嘉宾啊，他是我们 The Second Dance Studio 的院长 Jack 老师，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一位，连续两年就代表大马远赴韩国去比赛，还获得优异成绩的那位老师。你说的是为马来西亚争光的 Jack 老师吗？对，没错，就是他。今天呢，他将会为我们带来一首 solo 舞蹈哦。那还等什么呢？赶快请 Jack 老师上台来吧。好，请大家掌声欢迎我们的 Jack 老师。非常谢谢 Jack 老师为我们带来精彩的演出，再次鼓励鼓励。谢谢 Jack 老师。那如果大家刚才有仔细观察 Jack 老师的表演的话，其实呢 Jack 老师想要带出一种感觉，那就是爱比亚加尔一样的感觉。没错，刚刚啊我就问了 Jack 老师啊，为什么这首歌是带出爱比亚加尔牙的一个感觉，他就告诉我说呢，其实他相信啊，每个人都会有梦想嘛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勇敢的去追梦，勇敢的去实现你的梦想的话，你就是会是那个赢家。
所以大家在追梦的过程中呢，千万不要轻易的说放弃哦，要加油下去。对，而且呢，最近 DS Again Stand Studio 呢也正在开始招生喽，所以任何有兴趣想要和他们一起学习 Old School 的 Hip Hop 的话，可以去报名哦。然后还有一个消息就是 DS Again 舞蹈团呢，最近呢正在招募新的舞者。所以现场啊，有哪一位观众啊曾经学过舞蹈有经验啊，然后也有兴趣想要加入他们的话，不管你之前是学什么样类型曲风的舞蹈，芭蕾也好啊，国标舞也好啊，你们都可以，只要你们有兴趣的话，都可以到后台找我们的 J 老师谈一谈哦。或者你们可以翻阅一下你们手中的特刊呢，里面有着 DS Second 的资料以及他们的联络号码。没错，好，接下来这位嘉宾呢也是我们人间应援的歌手哦，他